欢迎大家来到首届世界无人机锦标赛，您在这里将欣赏到最精彩的无人机竞速比赛。或许您对这个项目现在还有点陌生，那就先让我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。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架中国队在比赛中使用的无人机。无人机能够飞起来，靠的就是四个机臂上安装的电机。电机上面这个扇叶形状的就是螺旋桨，它就好比赛车的轮子。无人机的所有电子系统都是由底部的这颗电池来供电的。大家注意一下前面这个摄像头，它就是无人机的眼睛。摄像头中的影像将通过图传设备传输到飞手佩戴的视频眼镜中，飞手再通过遥控器操控这架无人机，按照规定路线穿梭于赛道之上。下面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在比赛中飞手看到的第一视角，准备好，3、2。世界无人机锦标赛是全球规格最高、参赛国家最多的赛事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大家快来围观吧！